李四，你好，我们这里不能穿高跟鞋。张亮，我没事没事。你倒挺自在啊，姐姐。因为什么呀？不是，我没事，我是那种随便骚扰你的人吗？再说了，不是工作我就不能找你了。哎，那你找他到底是不是工作的事儿啊？我接受了。怎么样，好看吧？挺好。萝莉风也不喜欢，莫非只能走性感路线了？你手上拿的这件呢，太过于性感，而且码数也不对，穿上以后会勒得你血液循环不畅。你怎么知道我拿小了一码？你知道最了解人体骨骼构造的三个职业是什么吗？医生、画家，还有一个呢？法医。美女，美女，想学游泳吗？不用花钱找教练，我教你啊。我就是这位女士的游泳教练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就这样下水吗？今天是第一次上课，主要是教你呼吸，我不用下水的。那我们就跳过这节课，直接下水吧。那怎么行啊？学游泳最重要的就是呼吸。姐姐，你不能着急，你要一步一步来啊。我早都会了。